谢谢你了。从那个站口出来的时候，就没有想到星星跟志伟还有罗老师都在，觉得超开心，当时又特别的激动。老师也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以为这个今天只有他们三个来接我，结果走到那，突然看到大家就震惊了，就没想到就大家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我，就觉得超开心。自己何德何能，麻烦大家这样来接我，不可思议，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其实在昨天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会被复活，终于知道这个复活的消息，我特别的激动，因为志伟跟星星然后还有大家都有在为我争取这个机会。我之前我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帮助，尤其是我的老师们，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机会特别来之不易，之后的表演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。加油！当我再次见到润泽的时候，能看得出来他很珍惜回来的这一次机会。他蜕变了，他眼睛里有东西了，自信了。真的非常非常激动，因为我觉得他又回来了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尽到队长的责任，也能够尽到我赵志伟的责任，能够好好帮助他，一起努力吧。看到润泽吧，就他真的是那种冉冉向上的那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从他身上就看到一种希望。